对。你看你这，好了，走了，就是月经带完菩萨，准备回去了。今天好多人啊，好热闹，场面好壮观。啊，小梅回家就有点头疼，坐小白加油，今天买车。今天的雾好大呀，好像人间仙境呢。这是什么地方哈？这个坐轿子感觉怎么样？是不舒服？坐轿子？对。不舒服吧？坐轿子还不舒服啊？一摇一摇的，应该摇摇车一样的。摇摇车，应该舒服。好舒服。以后你母亲那个就坐这个。对，以后要妈妈来享受一下。啊，对。不用赚钱。这是什么景啊？哇，这个像什么？这是一个乳兽，应该是什么？是一个兽，好清澈哦。这个水应该能喝吧？可以喝，可以喝。这是什么景啊？是吧？狮子水。水吗？好多水。哇，这个水好凉哎！全水了啊！我喝一点吧，喝点这个狮子水，以后发财哈。狮子水，走啊，鸡毛钱哥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有凉。好喝吗？是不是很清凉啊？弟妹也去喝一点。烧开应该对啊，就可以给他喝了。像冰雪，看到没有？刚刚装的，它这里就一层雾，层雾了，就像那个高层冰箱拿出来的哦。嗯，这就是狮子水，喝了好的，真的好冰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拿车去给他们汇合。要去喝喝。谢谢，宝宝睡着了吗？睡得那么香。路妈那个云哥他的排风还是什么去万车带好多钱个吧180块钱